前总警千金原来是大马最大军火商，曾经要买枪，他有办法全包。如今大马变天，还有生意上门吗？沙拉月报告曾在2016年4月朝京报，大马最大军火供应商的大老板原来就是大马总警长卡利的第二千金，1984年出生，今年才32岁，公司是在2012年成立，他当时才20来岁。要在大马拥有枪支是不容易的事，你必须获得区警长的签名批准，接下来还要州总警长的批准，最后还要得到大马总警长的批准。真的一点都不简单。不过如果说总警长千金有办法一手包办，你难道还不相信？连民主行动党880在野北区国会议员潘前伟也被沙拉月报告这份最新爆料吓了一跳，并在其面书分享，原来总警长32岁千金是大马最大军火供应商的最大老板。当然你可以猜到是谁批准拥枪执照。大马就是这么神奇。Nelay I Arms 和 Ammunition SDNBHD, 一家在吉隆坡注册的售卖军火公司。看到了吗？这家公司的两个老板的名字。大股东叫 Shirwiza Binti Khalid, 她就是卡利的第二女儿，看她的身份证号码 ,1984 年出生。占公司 76% 股份，是最大老板。Nelay I Arms 和 Ammunition SDNBHD 的网页介绍他们售卖的产品。各类手枪 Nelay I Arms 和 Ammunition SDNBHD 也出售各种子弹和弹药。内容未完结，请点击第二页继续浏览。第一页，第二页 Care SFacebook, Facebook, Messenger, WhatsApp, WeChat, Line, SNS